溥儀御用麻雀回国，内地城市争崩头。袁世凯嘅梅兰芳嘅，仲有呢啲，一睇就知矜贵啦。但系都唔及呢一副被视为镇馆之宝，末代皇帝溥儀嘅御用麻雀。套麻雀由两副牌组成，大啲嗰副系男牌，细啲嗰副就系女牌。咁系因为清朝嘅宫廷规定，男女系唔可以同台玩牌噶。最把炮嘅系牌背呢一个梅花图，啲罗田图案竟然系一模一样啊！佢1909年由日本教师明川彦作带到日本。博物馆原本计划上年年底在北京拍卖溥儀的御用麻雀和30000多件藏品，不过就搞不成。博物馆的负责人谂住按2010年去世的原董事长遗愿，将麻雀送回去中国。四川成都、云南昆明、湖北武汉等的地方，现在都争着收藏这一副麻雀。